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奎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Fast Guy Dragon。在上集的 Hypixel 影片，我有提到这次我会拍一个栈桥的独立影片，那我们现在就来了，我等一下就要跟这个 Fast Guy Dragon 一对一单挑栈桥，我就直接开始吧。好的，我现在进来了。那么在上集影片之中，我被玩疯，5-0玩疯，我不知道是他回溯，他在回溯什么？他说有个技巧可以让你回溯。我还是不知道那什么技巧，他都不告诉我。废话，谁要告诉你？对啊，他真的很有，非常保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这次还是要一样要搞。哎呀 ，Hello， 我不知道。他会叠高额，那么喜欢叠高，可恶。No， 骨血是不是看到你哭了 ？Goodbye， 你一起下去，那就好。啊，我是没差。啊，你有差吧？我当然有差。可恶！再次，我觉得刚才那个人，刚才突然出现那个人，应该会想看我们开直播。卡住！妖兽卡住！滚！把你，下去。说实在的，没有回缩就好。没有回缩就好了，真的很害怕我回缩。对，自从你会回缩之后，我就没办法一直赢了。有机会，这次有机会，不然我一直。你又叠上来是怎样？叠上来啊！下去，赞。抓你，你也是啊。没关系，同归于尽，至少。只有一个人下去好。你说了，拜拜。只是我现在，等一下。不行。没下去哦。没。你是不是卡在下面？废话。你是炸边，让我必须自杀。哇！我必须快飙，快飙！Finally 呀！他拿到分数啊！哎呀！我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去。耶！欸，那我干嘛？有机会，有机会个头啊！有机会，哎呀！哇，开始了，比我认真就对了。不是，因为你没有开始回溯，是不是？没有回溯技巧之后，我就有机会了。不行！哎呀，不能回溯。Good， 没有回缩技巧，没有回缩，不能回缩，没有回缩是不是？没有回缩是不是？那不是金苹果、啊，没有回缩，然后就靠延迟了，开始了哦，哎呦，等，烦呢，哎呀。我在挖地道。吓死了！我以为你没死呢。我没死。挖地道战术，挖地道战术。
快点！哎哎哎！太慢了，对吧？那还在那边吃青苹果。来吧。来啊！哎、欸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哦，你被你的回收害死了。哦，其实还好，我差一点就。傻眼。有时候地道可以变陷阱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危险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等你妈，危险吗？先掉下去。蛤蟆重点。喜欢电方怪呢，快来不及，快来不及，快来不及了啊！不行啊，要被反超了。你真的是要逼我认真呢？不要不要再掉下去！啊，你怎么也掉下去了？不行啊，地道啊！我没有地道啊！哎。就彻底，彻底，下去啊！这就彻底啊！别别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一直没下去？下去，终于打三次，终于有一次是掉下去。撕不了，撕不了，来不及撕！耶！哇！刚来不及撕啊，必须要直接跑过去。这场终于有机会了。我死了，我死，我并没有。哎，这样都打不到。我好险挖掉了，好险我挖掉了。好，啊、那我跳下去。早知道不用补起来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有有有有，这个有。想射我？你干嘛？你倒霉！你倒霉！好看，我会笑死，说真的。下去，下去，拜拜。有机会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为什么打歪？怎么不能打正一点？打正一点我就进来，不可能啊！打正一点啊，打正一点，谢谢谢谢。打正一点，4-3哦，这场我已经到了那个，哎呀，哇，直接封起来，直接把上面封起来啊！不是第一次 ，last one 的哦 ，last one 哦 ，last one， 好，一起下去，其实无所谓，说真的，拜拜，我也下去了。哥，不吃了。哎，完了，完蛋了，有危险，有危险。还，你还在啊？哥，不错。下去，下去。怎么还在？怎么还在？哎呀，你到底耶？下去，下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每次都没下去？彻底终结，然后再加上回收。你这跟彻底没关系呀、啊！有彻底啊，我刚刚有彻底到啊，所以我就没下去了。啊，是这样哦，好吧，可恶，来重来一次，没关系。还说没关系嘞、欸。哎，下去，彻底成功，彻底成功。
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哎呀，哎呀！彻底应该练了。哎，没射出去。嗯，有机会，来进去，进去。耶！哎，啊！傻眼，傻眼，彻底哦，彻底就下去。然后，哎，等等等等，不要下去哦！我刚刚有没有想要下去了？这个下去 OK 吗？对对对，我喜欢你这个下去。彻底嘛，彻底嘛，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。有了、欸、啊！那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这样这样的，可恶！彻底彻底，不管你那么多彻底了，我要吃。哎、欸，拜啊！哎哎哎哎，完蛋！下去下去，屁呀、啊！自从他开始用技巧之后，我就打不赢他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的确啊。不然的话，我没常赢。彻底彻底。哎，好。你成功了。哎、欸，嗯，下去。那其实至少有换到，离我比较近的话就 OK 了。哎哎哎哎 ，Thank you， 感谢 Best Sky Dragon 平手。哎、欸，又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对，来了。我要回到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完全看不懂刚刚是怎样，完全看不懂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。哎、欸，我下去。哈哈，我不行，我会笑死。回溯，回溯，回溯啊！我怎么不现在回溯？要死哦！结束了，两分，差两分，啊，差两分了。要死哦！来啊！拜拜！我不给你，我有点想放弃啦。我直接给你拿这分啊！你直接放弃啊、哦？对，我今天就给你拿这分了。哎、欸，你总不拿啊？你总不拿？不想啊，我就看你啊，我就是看你在干嘛。你就一直挖嘛。挖你，我二。哈哈。啊，你人呢、欸？我看不到你人呐、啊。哦，看到了。啊。下去。Yeah。没有回溯，赞，射到，哎、欸，射中，赞，回溯，回溯，烦嘞，技巧回溯，哎、欸，哇，赞，幸好幸好，好险哦，好险是不是？好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、哦、下去，你下去了。别担心，我还是有机会，我还是有机会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哭啊！啊啊，你也下去啊！你也下去啊！我是战神，你是忘了。我是挖掘神术。你是忘了。你给我，你又给我垫高，然后到我那边，真可恶！周正，看到别人垫高，你不是应该不是该走他下面，而是要直接去往回走。你不能说你看到别人一叠高，然后你就开始挖。我知道，对，这我知道。但是我刚刚就直接挖了，掉下去了。你看你直接挖，对，我有，拜了。哎！哎拜呀！射得到？为什么你那样也射得到？为什么？这边啊，这边、啊。你我前面有方块啊！这边呢、啊？前面有方块啊！这边呢、啊？不是2D 啊，是3D OK。哎、但你也 A 了。
对，hey bro， 不要！射你个屁呀、啊！射给啊！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下次跟 Scorpio 比。好啦，我下次跟 Scorpio 比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玩战桥的记录了。可惜我都败给了 Fast Tech Dragon 的彻底，还有所谓的可恶的回溯啊！没有回溯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用稿子把它打爆哎。像第二场就输了两分啊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获取第一线的影片消息哟。然后呢，下一次我可能会跟 Scorpio 来比哟。跟 Scorpio 的话，我压力可能会小一点，希望。哎呀。那么 Fast Tech Dragon 在他频道到时候推出的时候，我也会来宣传这一下的。来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然后学那个控制回溯的，请到我频道下方哦。没错，到频道来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